河美交安里来连接中美路甲中和路的东安路，因为边啊徛家工厂林立，加上社区活动中心，甲最近开幕的三合院咖啡，假日起足侪乡亲前往翕相拍卡。为了避免经过车辆开伤紧造成意外，将设置限速的号志，提示往来车辆降低车速。连接中和路甲中美路的东安路，因为路边就有交安社区活动中心，甲真侪厝边甲工厂。但是因为路宽十外米，常常让很多驾驶人车速伤紧，为求避免发生意外，并且确保里来乡亲的安全，里办公处新闻交通队甲公所共同会勘，希望设置相关警示甲速度限制号志，确保乡亲的安全。咱这条路吼，这条东安路，咱社区这边开始伫咧绿美化吼，啊，今次包括这个三合院的咖啡厅在这边咯，假日的人潮来这边消费的啦，来这边拍照的啦的人潮很多，啊，就是来到这边的车辆哦，礼拜前头的车辆，伊的速度拢足紧的，真正足危险的。啊！若公所反映吼，伫咱镇长这方面吼，啊嘛，甲咱建设科这边吼，来要求讲吼，一定要来做一个竖线的标志，啊，互伊入砖头的车吼，速度莫遐紧，莫超过40吼，啊，咧另外咱只用路人会较安全、较放心啦，因为砖卡路吼，伊的巷啊太侪条咧吼，迄囡仔当时要撞出来，毋知影吼。啊，希望讲吼，咱若你要东安路的车辆吼，尽量会当速度吼来放较慢嘞。这路的巷口啊，尽量好创一个迄路较慢的啊吼。或者有的拢为只沙为巷啊落来落来，好啊，才七八十、六十啊，速度拢足足紧的。感觉足危险的。嘿，足危险的，这算小路咯，毋是大路啊，安尼大家拢沙巷啊。相关单位会勘了后，较临终的伫东安路头、路尾，总共设置四个减速甲速度限制号志，提醒驾驶人注意行人甲乡亲的安全。公所预计一礼拜以内就会完成提报，五月底以前就会实施完成。新中华新闻将带进何美采访报道。